你不去陪陪他，他睡着了，我就是放心不下你。锦绣已经属于父侯了，我知道。或许锦绣有什么苦衷的，我还是了解父侯的，他不会威胁他，更不会趁人之危，除非是锦绣主动。我们俩同时交替出现在他身边，时而温柔，时而冷淡，在他眼前出现两个截然不同的男人，都怪我，就是因为我，他才一时接受不了的，这很正常，我也能理解。可是柳延生那个鼠辈处处欺负他，刁难他，他原本希望我可以带他逃出深渊的，都怪我太无能了。哥你别这么说，若不是因为我，你怎会在地宫苦苦待了12年？这次出去我会找花锦绣问个明白，如果他并非自愿，我便是拼了命也不会让父后为难他。